Yeah, but this is actually the another single coming from the Ready Set. Higher is the name of the song. Hopefully you like that one. And as we promised, right here on the program, we have a very special and, should I say, very beautiful as well. Very beautiful interviewee. Her name is Yvonne. 那其实她中文名字是张涵雅。大家可能比较认识的是张老师，已经所谓的这个星光麻辣教师。So Yvonne,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上面。Hello, Joey, 你好。Hi,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你的新专辑，叫做《时光味道》，对不对？对对对，时光味道。Okay, 然后里面其实有一这个单曲，最近可能各位听众朋友里面有，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这个家常饭菜，因为在这个太阳花活动的时候，常常他有人把它做成这个 MV 嘛。对对 对。那个 MV， 你们之后有在做另制其他的 MV 吗？没有因为这个只有三首歌嘛，这个 EP，所以那个时候是觉得主打歌会有一个 MV， 那这首歌其实并不是主打。Right。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候也没有想到，哎，原来这样也蛮刚好，网友帮我们做了一个还不错的 MV。而且你觉得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其实我这首歌本来是在写，就送给我的爸爸妈妈。对，就是一个像想念家的感觉，因为我台南嘛，台南人，然后但是在外地工作打拼这样，然后想念家的味道，想念爸爸妈妈为我煮的这些我最爱吃的这些料理。是 OK， 所以可能这个学生的心态就是想说，我们是在巩固自己的家园，维护自己的家园，就像是一个大家的感觉，大家庭。Exactly. 对 OK， 好，以往我们其实之前有另外一张专辑是有得到这个金曲奖入围。24届金曲奖入围，这个那部专辑叫做《汤味》，对，汤味。对，然后我刚刚其实Yvonne一进来，我就立刻就劈头就问说，为什么两张专辑都是在唱这个跟吃有关的？可是其实你是台南人，对吃应该是这个美食的这个专家，对不对？对，我非常爱吃。不过上一张其实好了，我们这样分啊，上一张其实是台语，对，上一张台语国语，所以两个就刚好讲到吃吗？对，还是你是专门以吃去品味这个人生的？因为是很爱吃， okay.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去品尝一些食物的美味的地方。OK， 对啊，像我都会平常吃的，我就会去形容说，哇，它的味道啊，它的滋味，舌尖上的感觉。其实是我有用心在感受食物的感受啦。我觉得你这个接下来的一步应该是做这个美食节目的主持，对不对？非常乐意。OK， so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他除了是这个出了两张专辑以外呢，其实韩雅之前是在这个就是星光大道出生的嘛，哈。This is in English we call it One Million Stars. She was a contestant and then she got 8th place, which I think is an unfair result because 其实你那个时候也是小学老师，对，是。边唱歌就边参加比赛，然后边要去教小朋友们。对，你的学生那个时候知道吗？对不对？知道啊，那时候小朋友还有一些学生是会就是爸爸妈妈带他们去台北看我比赛。真的？对。哦，这么爱你哦。录影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成功的这个老师。应该说。他正要开始放大话之前，要先考虑一下这样子。对，想说成功应该是还不错啦，因为爱唱歌的这件事情跟去追寻梦想这件事情，的确是影响了很多我的学生。嗯哼，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老师其实还是要让学生，就是以身作则，让学生看到自己，我都有追求我的梦想，你们也应该。那现在还有在教书，应该没有时间了哈。暂时没有。好，没关系，这个希望你的学生们有在听我们的节目，这样。好，许久不见的这个张老师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哈。我们现在听这首你刚刚说不是主打歌，可是变成我们太阳花运动学运的这个主打歌。这个是家常饭菜 ，Right here on ICRT FM 100， we got Yvonne Chan on the show。Everybody, remember Yvonne? I mean, it can't be. It's not been that long. 我想应该大家还没有忘记哈。这个韩雅今天在我们节目上面，然后她之前在星光的时候，其实是这个出名的、非常漂亮的这个麻辣女教师。然后我们刚刚有谈到她的这个小学生们听说其实你现在在台北还有在教书，对不对？对，就是现在暂时没有，但是前一阵子都在刚好在台北。OK， 所以还是你觉得这个就是教导小朋友还是你的热忱啊之一，或者教音乐是你的热忱之一？对，没错。
就是喜欢音乐这件事。你知道我刚刚听你讲话，我一直以为你可能是教国文的，因为你咬字非常清楚。不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称赞，因为我是 ABC， 所以我听的可能不是很正确这样。但是我觉得你中文咬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在这个唱歌的时候其实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就是真的是以小学老师，所以就很习惯要讲话很字正腔圆，怕他们听不懂。对，然后因为教他们呢、啊，因为他们其实会学模仿老师的讲话啊、然后发音啊，所以当你如果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小朋友其实会也一起错了这样。Right, right, right。对。那有没有小女生，她们就是非常向老师看齐，就希望长大可以跟老师一样？有啊，他们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唱歌。我的小朋友，我的之前的那个教的学生 right, right, right. 现在很多有很玩吉他玩得很好的。小学哦。现在已经哦已经长大了，对，已经到国中了。Right, right, right. 对。现在之前有部电影是那个他们的主题曲有赢到奥斯卡奖，就是《冰雪奇缘》嘛。那首 Frozen。你知道我家里的小朋友全部都在唱，我不知道你同学你的学生们有在唱吗？我现在暂时没有教书哦、oh, okay, 所以现在不知道不太知道，而且不知道他们英文好不好、不过我觉得是学英文的非常好的这个入门门槛。对，而且谈一下你接下来会有一些表演，今天晚上就有一场哦，今天晚上的金华城，对，金华城的 Sherlo 在那个 Amigo Live House， 你是最上面吗？对啊，旁边好像很多其他的这个小的 bar， right？ 对对对对 OK 啊、Living Mall tonight， 刚刚犹豫了一下Living Mall tonight at 9:30Yvonne has a show there， and 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我觉得很适合听音乐，小型演唱会。对，因为它的这个舞台啊、音响啊，整个东西都非常的棒。对啊，好奇怪啊、哦，就是金华城这个很少人去，因为这他们的那个电影院真的很少人去。对，因为我想是因为交通不太方便的关系了。嗯。可是反倒是在这个，例如说台北小巨蛋啊，或者是在那个公馆的几个比较，我觉得表演场地不是很适合的地方、反而倒是大家都在那边开演唱会。对。对啊，所以我觉得金华城其实不错。然后明天还有一场，对不对？对，明天下午是在那个碧潭中岸。Okay. So this is the end of the 新店 line， 你坐这个捷运坐到底就会看着了。对对对对对。OK， 好，我们接下来听另外一首歌。那么这个我又要这个调侃你一下，韩雅，就是去年不是去年上一张专辑叫做《汤味》，这首新歌叫做《爱情汤味》，所以是你最近落入爱汤吗？其实这个里面的歌词写的其实是有一点点有点没那么开心，就是有点悲伤的。Really？ 真的，他是、okay. 其实在写就是我们在爱情里面，他必须要不断的经过磨练啊、挫折啊，你才会成长，就像在那个熬汤一样，要慢慢熬煮，是不是？哦、oh, okay. 熬煮到最后才会香嘛。So the song's kind of called the broth or the soup of love. Yeah.、Right? It's basically about how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love to realize, and also takes a long time for a good piece of a good pot of soup to be cooked. So right here from Yvonne Zhang, this is her new album with her new single 爱情汤味 on ICRT FM 100. 爱情总是叫人惆怅，是酸甜苦辣的汤，尝到的滋味全都放在心上，煎熬着那份虚假留香，终于能够成长。张涵雅的爱情汤味，其实是刚刚这首歌在播的时候，我们 ICRT 的这个小录音室已经乱成一团了。我发现我们今天这几个都蛮能聊的哈。然后刚刚其实有这个跟 Yvonne 谈一下，说他会的一些这个古典乐器。对。然后居然我们 ICRT 同事里面就有两个也是会吹直笛，是不是？长笛，长笛。这个就是 flute 嘛，对，就是应该算是你可以叫横笛吗？它原来是横的摆的。通常在就中文没有人这样讲。OK。翻译就是长笛。So, Yvonne knows how to play the flute. Was this in a band? 你在高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学的乐团？不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主修声乐。辅修钢唱声乐的哦。对。Sorry， 这个我不知道哎。我是音乐系毕业。Right. 对，我是主修声乐，辅修钢琴跟长笛。哦、oh, ，那我就要问了。OK，Sorry，、okay, 这个岔开话题。一些，例如说什么 Madame Butterfly 啊，或者是这个，好，我真只能讲出这个、啊，其他我就暂时记不起来。嗯。都你都学过吗？哎。
没有，其实你说长，你说哦，声乐，声乐，对，嗯，我们基本上会唱一些知名的，就是歌剧的一些的一些小歌曲的，是是，但是对，都唱过吗？是都不会唱过，不会都唱，不会都唱过，大概都略知。就是了解过他的历史背景，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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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那在转正上面，应该老师也会教过你们。对，我们都会上。有没有一个可以就是点醒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可能有时候，因为其实现在在这个国家音乐厅常常会有这个声乐的表演这样子。我小时候，因为我阿姨是在她是在汉堡歌剧院唱歌，然后我从小就常跟她一起听，可是我从来听不懂，你知道吗？那我就很好奇说，她听声乐的时候到底应该是要怎么样去欣赏她？突然间讲到这个，会不会有点沉重？其实有一点。我们是来听流行歌曲的，不是吗 ？Anyways， 好，那其实台湾人真的比较少，没有他比较少这个文化的基础。是是是。但是在欧洲，他们其实这个东西就已经是长，就是从小到大就对，它就是一个历史了。OK OK。对，所以他们很习惯去欣赏这样子的唱法。嗯哼。那台湾人的确是没有办法去欣赏，就是声乐的这种歌曲。嗯哼哼。那你说怎么欣赏？我觉得你就多听。就会懂。对，你多听之后，你就会慢慢能够第一，你先接受这样子的唱法，是你先接受，你才有办法去欣赏它。OK， 对，所以其实有点跟爵士乐一样，对，多听就会懂。对，多听多听。你觉得学过声乐之后，跟你现在唱歌应该就是有很大的帮助哦。对，它就是、okay. 其实它的基础是一样的。OK， 用法啊、共鸣啊，跟你的发声的感觉其实是类似啦。是 OK， 好，哇，了解。今天我们特别上了一个声乐课，哇，非常充实的一天。So 张涵雅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星光麻辣教师 Yvonne，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上面。我们接下来最后这个节目的结尾听一首梦想单车，大家不要忘记啊，今天晚上以及明天都会有表演，一个是在这个今天晚上的金华城，对，然后明天是在碧潭下午， 对不对，让大家如果说还是记不得的话，可以上他的 Facebook 怎么找，就是可以搜寻张涵雅、okay. 然后就找到我的那个粉丝专页。 OK， 对，好，了解啊、气质美女张涵雅 here onto the show and we learned a little bit about opera singing but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the show 谢谢今天来我们的节目，谢谢，拜拜，谢谢各位，拜拜，梦想单车 on ICRT